那这世博会呢，就是说不光是那个上海人的世博会，也是那个全中国全世界人的世博会。所以继2008年那个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后，今年全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中国。所以我想的话呢，世博会是一个沟通的桥梁和合作的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就通过那个应用传媒，就是承办一个上海世博的图片展，进一步增进美国公众对那个上海世博会的了解，对那个上海城市和对中国的了解。所以我们也希望也真诚地邀请所有的美国公众去参加今年上海的世博会。上海世博图片展呢，是由在1月2号在帕萨迪纳开幕以来呢，在洛杉矶在我们的英龙文化中心展出一个月之后的话，从2月开始我们会在旧金山，3月呢在纽约，4月呢在波士顿，连续有4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展出，一直到5月1号上海世博会开幕为止。这次的展览呢，一共有110多幅的作品，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世博的场馆和世博园区，第二呢就是上海的一些人文和风景，所组成的。那每一幅作品呢都有中英文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希望透过这样的世博的一个图片展，让更多的美国民众能够关注上海世博，去参加和支持上海世博。我和我们那个领事组的领事那个丁晓领事啊，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实际上我们也是那个第二次参加新闻发布会了，我记得当时是1月2号的时候在那个帕萨迪纳那举行了首次那个发布会。所以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图片在第二次看到我们上海世博的这个图片，也看到十分的这个亲切。孙副总还有我们的王国兰副总，谢谢你们今天在这个百忙当中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所有媒体朋友在今天来帮助我们来推广和宣传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在5月1号，上海将举办世界博览会。那上海世博会呢，是一个中国今年度最重大的一个事件之一。好啊，那么这次的话，民航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呢，能够参与赞助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上海与上海世博图片展。那我想众所周知，2010年全世界最受瞩目的活动就是上海世博会。尊敬的王女士，以及各位媒体，大家上午好。昨天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当中说了一句话，他说在推动那个清洁能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 ，I do this not because it's popular。But it's necessary。刚才说每次借出去玩的，花心在后面，花心在后面。这期男主我们好像没有哎。有。